在鼠年整体运势最差的生肖就是属马的朋友，冲犯太岁，运势当然是比较多波折，没有贵人相助，又要承受各方面的冲击，鼠年很大考验的。即使一些很有把握的事，都会有很多变数阻滞，很难成大事的。在这么动荡不稳的鼠年，思绪当然是比较混乱，不适宜做一些大的决定和计划，譬如转工啊、做生意等，会很容易下错决定的。化解犯太岁可以带一些狗或者虎形的饰物，或者穿一些绿色、红色的衣服，或者佩戴一些锁链型的饰物去增旺你的运势。运势最差的生肖讲到这里，跟着又想知道哪一方面的运程呢？